你了，干嘛事啊？姐夫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啊！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玩？我小姨子就是这样，见到我呀，就没一句好话。哪个跟你说笑了啊？真是的，我姐现在人在医院呢，马上就要生了。那生就生呗，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再说了，又不是头胎。是啊，你就生老大的时候还上心些。我姐三十四五了，医生说她是高龄产妇。 要出点什么事，谁负责呀？走走走，你给我去医院。哎呦，你不要动手的，不听牌了，你都坏了我的手气。哎，小姨子都急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去一趟吧。你赢了这么多，你还不知足啊？去去去！乔哥，要不我替你，你赢这么多了啊？下回你请客啊。啊，又赢钱又生娃啊，摆的不得了啊！这个客你请定了。哎，哎哎哎哎最后一把啊，最后一把，都听牌了。 很快的，哎，要不你到门口叫辆三轮车。哎呀，师傅，麻烦您快一点啊，我们有急事。好嘞。磨叽什么呢？急什么？瓜熟落地，水到渠成。你咋活什么东西？除了躲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卫生所那边现在就吴姨一个人盯着呢，万一要有点什么事儿，人家一个邻居应付得过来吗？ 姑姑，医院近，住不起。我姐都快要生了，挺着大肚子自己走着去的。你坐着车呢，你还嫌疑？你姐大肚子啊，多走动走动，有助于顺产。我女人下来自我晓得的，你不也生过三个娃，你不晓得？别跟我啰里吧嗦的。哎，要不咱俩下去走？啊，反正我不急，赶上赶不上的算活拉倒。啊，三儿姨。 下去走啊！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？是啊。 不会不会的啊！魏叔英家属，哎，乔哥哥在呢，怎么样？男孩四斤八两。四斤啊？怎么这么小啊？这么小啊？才四斤八两啊？孩子呢？孩子太小了，医生正在做检查，确定下情况啊。啊！你都给我姐吃了什么呀？孩子这么小，我们家文明生下来还八斤重呢。想吃什么我给他吃什么呀？ 孩子又不是长在我肚子里，你嫌没得胃口，我又不能替他吃。什么没胃口？我看好东西都被你给吃了。哎呀呀，哎呀，母子平安就好。院子里头大人小孩都不营养。乔姑姑，你给你家小娃娃起个什么好名字？哎呀，名字嘛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又不是多金贵的人家。今年七七年，就叫七七可以吧？啊？ 你倒图省事儿哈，一乘二强三立四美，七七。是啊，我比不得你家齐志强有学问，人家粗多甚啊！哎，大哥，给我一点猪油，只要一点点。大哥，我不要吃猪油。 医生，姐夫，姐夫，我喂，姐。
姐夫，我姐不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吧？不要瞎讲，摩托事都被你讲出事来了，已经一炸了，晦气。不是，你看我姐现在还不出来，而且那些医生的样子，急成什么样了？神神叨叨的，那小孩不都散了吗？哎呀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啊！你姐姐命已经够苦的了，来来来，你看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走那么远的路，我一个外人看着心里都难过。晓得自己是外人，就吃好自己家的饭，不要到嘴管别人的家事。我是真看不过去。哎，你说说你，你老婆挺个大肚子，还得端茶煮饭的照顾你，天天牙膏牙刷都给你摆好，小孩嘛你也不管，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，你也太不顾家了。我怎么不顾家了？那孩子的事情我也在管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又不跟我过，你管那么多。哎呦，我跟你过，这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要你这个样子的。哎呦，真是可惜了，你姐姐那么好个女人。怪不得你家男人死得早。程祖望，你怎么说话的你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男人是工伤，是劳模，比你好一万倍。别理他，别理他，快快快，坐下坐下，别理他。我比他长命哎！你闭嘴吧！缺德！别哭了。张医生，去医院看你妈，要不然晚了就来不及了，快快快。快点快点，走，小心啊，地上有水，你摔跤了。那就往这儿去啊。